喂，各位亲爱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、奶奶、爷爷、奶奶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公馆国小生活队。大家收看公馆墨新闻，我是开关东主。现在呢，我们在准备跑圣火，明天呢就有运动会了，欢迎大家来哦。
这个奖项我们请今年就好好的休息，记得翻一下漂亮的学校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们翻一下休息。